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0日，福子攻入各项赛事第26球。欧洲联16强首回合，曼联主场4-1大胜贝迪斯。第六分钟，马古斯·拉舒福特劲射破门，为曼联首开纪录。据统计，这是马古斯·拉舒福特本赛季在各项赛事打进的第26球。这一数字可以排在五大联赛所有球员中的第三名，仅次于打进33球的艾宁、夏兰特和打进30球的基利安·麦巴比。此外，各项赛事26球也追平了他此前两个赛季的进球数之和：2020-21赛季21球，2021-22赛季5球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